哎呀，我这最近发育挺快哈，这头细胞看起来已经不能用了。哎呀，没有，饭没吃一口，都先有屎了。嗯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呼吸不过来呢？哎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没地方给你供养了呀，赶紧出去吧。我不，在这里多舒服呀，我还能坚持坚持。哎，怎么突然要呼吸这么快？我不要住了。嘿，我脏了，这地方我再也不待了。怎么，我家孩儿还挺这么样呀？你家小孩挺危险啊，幸好生得快啊，差点被这屎憋死呀。